接下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样去刮口罩的方法。到刮口罩之前呢，首先用老点水水白白，夹起去咱个口罩。咱口罩的外包装袋必须是完好、无破损、无漏气的。然后撇开咱个外包装，切除纸袋的口罩，记得蓝色的一面是朝向口鼻的，白色的一面是你的家己的身体，并且这条带起留点面硬硬的金属雕呢，是朝向顶鼻，下面鼻也是无的。过好口罩之后呢，用手按入咱个金属雕，根据咱鼻的高度来调整，让咱个口罩呢紧紧地贴合咱个面部。并且记得刮口罩的时候呢，咱个鼻、嘴、耳、海拢得保健，这三个疾病让咱受到保护。然后戴着口罩呢，用咱个手托紧，留到耳朵眼睛落到手面，戴倒落来。跌倒的时候，因为蓝色的一面已经是受到污染，所以咱的手使用麦克接触点口鼻一面，拖紧咱的手呢，拖紧，用手带紧来对白色的一面，然后对折，对折之后再对折检测，对折好之后呢，手呢叫落缩手呢口吧，把咱口罩来缩紧。让咱个手迈去接触个口鼻受到污染物蓝色个里面，一声就好成了大笨蛋了。Help to keep the Teochew dialect alive.